渴啦，对，他吐渴了。来学他妈妈，啊，全部都来了 ，Ricky 也来了。大家一家人都来了，然后说谁到底谁可以拔出这个宝剑呢？我们来看看。很好，你可以去就是关注，他那个叫什么动物园 ？Apple 红。对，你可以去这个 FB 找，他有时候都会对。有后代的吗？有，还有一只小金刚，那也是公的。Kango 叫 Kango。对，这些母的大猩猩是从哪里？他们从荷兰，就是那个阿彭侯过来的。Diego 是另外一间。Diego 是波兰。他前三个都荷兰人。对啦，但他主要是从波兰，就是他可能被换过去波兰以后呢，又再从波兰过来。都是低地大猩猩吗？对，都是低地大猩猩，我们没有高地。高地大猩猩跟低地要怎么分？他的那个毛，还有生活的。对，样子不太一样，高地的比较。其实 Google 一下查，就会抓下。对，有三地大猩猩的动物园比较多，还比较少。没有，反正他们几乎没有在动物园里。他们只有一个保育地，欧洲有一个，全世界只有一只高地大猩猩，叫国王。在欧洲，低地，它是东部低地。就是它有，就是会有分区。不过你参加旅行团可以到高地看大猩猩。对，在野生的那个保护区里面。但花的钱不少。他厉害，他很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可以继续留在这边看他们就是进食。谢谢。听到没有？王爷说你要留在这里。这个。好厉害，他。塔利成功啊！他厉害啊！他对呀。他比较基本款就是这样子。他脸就长得开心，他嘴角就明显这样胖。然后如果不高兴，他对他的老婆，他脸会很高，他的嘴巴会，他会嘟的很高，然后眼睛会很这样。先没有，然后就隔壁会生一只母的，然后他就跟长颈鹿生活一段时间。反正都慢慢凋零，你去。黑犀牛是我都还没看过的，所以去看了班戈羚羊，只见两只在玩水。那班戈羚羊有没有？都是小鱼啊。有啊，还有。我讲比较少啊，之前都是小鱼讲。但是也少，快太少。他问我说，每次都是我讲，我没有，几乎都是小鱼讲，我很少讲。我很少讲。但你显然很适合带那个救国团活动啊，带动唱啊，带过来看。其实你音量够大，你那个。在看，这只是妈妈。对，他的妈妈就底下这一只的妈妈。刚刚到，你看我东西都还没放下。我刚刚上来要等一阵。那古力了，没有。哎，不是。他没有。对啊，不错，好用心。你知道吗？香香摄影师，你知道吗？那只9月7号。那你拿到一个。妈妈追，爸爸追，弟弟也在追。爸爸在追。迪迪，你就太慢了。那个孩子抢老婆的。不是，你看老婆走。哇，爸爸就在看他。他不敢下去，林哥有在防他。弟弟拿哇！有了，他没有拿到一串，可他捡到掉下来。掉下来。弟弟，你没有一串呐、啊？一匹八毛。对啊，一匹小小的。三串。谁没下命啊？好多的刺啊！腿又被拔了一圈。对啊，那个是一匹拔的嘛。他们母子拔的。林哥也会拔的。
猪，所以这是大猩猩。大猩猩，看，现在在那爬的。妈妈啦，三个了。多少个了？我去看别的。那苹果还在吃哎，嗯。还在吃。好在。宝宝去哪了？两个钟内。他们看他身上会抢他的小孩子的猪。没救过。哎，可是我忘记了。忘记了。两只小的，两只中的，比较小的离得看到这个要远。哎，假发里放在头，它掉了。教什么老师要拍的？一个圆圆的，是月亮。嗯。然后那个。怪。掉下去了吧？可以拍下打吗？跟你一样。有没有？那现在是不是要哦？我给我改一下。气喘的，喘吸吸的，还休息一下。你看，现在要搞了。啊！弟弟的哥哥，弟弟，对呀、啊，你看看得出弟弟很像啊，弟弟。那、你这个是防水的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是防反光。哦。嗯。对。妈，给我手机。OK， 发出来。真的在做作业。好，换枕头了。啊，妹妹好了，别紧张。好，拍照了。好，帮你拉近一点。防弹玻璃，但是不能拍啦。那防弹玻璃吗？对，是防弹啊，防弹你给它吹一百次还是会破啊。嗯。防弹是防一次而已，防弹没有再防一百次的弹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叫他多好。陈一杰，换你了，快点。好可爱哦，在玩什么？啊，你来这里啦。